我记得六站在普通的是不是？这个行，哎，可以。哦，你说我哦，我这个赔这个头给你装4张钱币是不是？怎么就看到4张了？哦，那也行，银行那个人他来的是个少年，年轻的话这边他没看卡。我说你是不是把钱是打多了？哎，看做什么东西？我就想说呀，我说不像。这什么问题？不行。山里。哇，于是我说。那怎么办？后来你他就问我，妈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马是昨天白下来的。这个是问题，有问题，给他修，那加冰的，那你怎么搞？加冰的那要加钱。你把它翻过来一点，这都没有全看到。然后他说，磨蹭怎么会磨蹭？我手机里面不是有。对呀，我就是银行，就是刮过。因为前面也是工资还在。但是我不看你。这个他加过冰点，这个。哇，那还行呗。我昨天那怎么了？你说嘛？后来他说你是寒心吗？怎么办？我说我就是在这里。一年一月。我出来。他说，你有没有票啊？我说开了。你这是两个。他说，哎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都能丢？看他那个进来了。他就是心里话，不是心里话。